没有办法动弹，可是还是很多人去那边买菜。然后过年的时候啊，过年前一天我就去买菜，然后我突然觉得好感动，因为我觉得那里面好有生命力哦，然后好像大家好像都急着赶快把钱拿出去，然后要把东西带回家煮饭这样煮菜。然后呢，我就买完了菜，然后就骑着摩托车，然后我就想着那一条街，然后就想要要等等微微过啊路，是饲着咱淡水人大汉的菜市啊。迄搭乌肉送的肉店，常常嘛加送我一块肥肉。迄间路头的豆干店，伊的五香豆干上解香，迄间常常嘛香公公公公香的肉干店，伊的肉酥配麦上解赞，一条长长歪歪的街仔路，逐天嘛有遮多人伫遮挤来挤去，挤来挤去哟、哦。小姐，你要买啥物菜？韭菜。菜头菜花玻璃菜，芽仔菜硬菜，番薯叶红菜头。我搁送你一杯汤啊！哎呦，挤来挤去，我甲你挤来挤去，你甲我挤来挤去哟。阿公，你要买啥物鱼？五阿不拉鱼、乌鸡鱼、土土鱼、白带鱼，还是要食好鱼？因便你甲啦。哎呦，挤来挤去，我甲你挤来挤去，你甲我挤来挤去哟。太太，你要买啥物衫？袖仔、蓬西衫、长裤、短裤、短裤，还是要来一领性感睡衣哟？哎呦，我甲你挤来挤去，你甲我挤来挤去哟。我无小心踏着你的脚，你无小心摸着我的手，哎呦真是累，哎呦真歹势，哪会这拄好会拄着好厝边，哪会这拄好会拄着较早迄个爱人啊因阿母，哎呦喂。这是咱的街，这是咱的菜市啊，这是咱从细汉吃到大汉的菜市啊。这条长长歪歪的街仔路，有香香香香的人情味，来哟来哟。来去好买街买菜哦，谢谢。哇，